咖喱鸡块饭多少鸡块呢？人家做生意的能给你放多少鸡块？给你放一只鸡。那啥个鸡儿放里面？那才叫咖喱鸡肉饭呢。妈，你爱吃吗？我没吃过的饭。没吃过？没吃过。妈，你想吃吗？你会做？咖喱，这肉这方方面面的，你儿子安排的明明白白。那你做？那我给你做，你想吃我就给你做。想吃？想吃？对。想吃我给你做。这你可是你让吃的，这是肉啊，你可想明白？想明白。想明白了。那你们收拾着啊，我给大家去采购去。今天我给大家做这个咖喱鸡块。去吧。妈，这第一次放宽政策啊。关键是我想吃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哥。老妈没吃过这咖喱鸡块饭，今天黑哥给老妈做上一顿，黑哥也跟着沾沾荤腥。市场上买了三个鸡大腿，这三个鸡腿花了17块钱，感觉比吃猪肉还贵。这已经泡了一会儿，消了冻了，我把它再洗吧洗吧，把这个骨头去掉。我先把这个鸡腿放到案板上，拿刀背敲打敲打，这样好脱骨。顺着这骨头把这个肉剔下来就可以了。剔下来的鸡腿肉，把它改刀切成肉丁。黑哥做这就得块大点，小的没感觉。切好的鸡块，把它放到盆里腌一下。鸡块里放几个姜片，再加适量的胡椒粉，一小勺咸盐，最后倒入适量的料酒。下手把它抓拌均匀，抓匀以后让它腌制15分钟。趁腌肉的功夫，我把这个配菜处理一下。这配菜有土豆、萝卜、葱头，还有一个菜辣椒，所有食材全改刀切成小丁儿。和鸡块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切好的土豆丁放到这个清水碗里，这样避免土豆氧化变黑。切好的胡萝卜和土豆放到一起，葱头同样切成小块。切好的葱头也装到盘里备用。最后准备一块咖喱，这咖喱一块是90克，今天做的多，就把它全放上了。它是这种小块的，我把它就是按着这个纹路切成块形了，这样炖的时候也好化开。准备工作，前不就绪，现在开始操练。炒鸡块之前，我先把这里面的姜片先挑上出来。起锅烧油，这个锅里的油相对的多上一点，要是油少的话，这一会儿这个鸡块粘锅粘的特别厉害。油温有个4-5成热，将切好的葱头先倒入锅中，把它炒出香味儿。葱头炒出香味后，将鸡块也放入锅中。这一到中午这会儿，这个气儿就跟不上，开到最大火了它都上不来，慢慢炒吧。鸡块炒到完全变色，现在将这个萝卜丁和土豆丁全部放到锅里，也把它翻炒一下。土豆和这胡萝卜炒至断生，现在在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，今天做的多，水相对的多一点，
一般做的少的话，没过这个萝卜、土豆就可以。我稍微多倒一点。现在该上盖子，让它大火烧开。好了，锅已经烧开了，接下来开始调味。这个咖喱鸡块饭调料特别少，就是咖喱和盐。今天炖的多，我在里面加上三勺盐吧。现在把切好的咖喱块也倒到锅里，颜色慢慢的就变深了。就这样，不用盖锅盖了，让它咕嘟着就可以了。已经炖了十来分钟了，这个咖喱已经完全化到这个汤汁里了，而且这个汤汁已经变得特别的粘稠。继续这样大火炖，让它收汁。又炖了十来分钟，现在汤汁又下去点，更粘稠了。这基本上就已经快熟了。这个时候把这个菜椒丁也放到这个锅里。这个菜椒丁不能放早了，它主要起个配色的作用，让人看起来更有食欲。断生以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好了，又咕嘟了两分钟，这个菜椒已经断生了，关火出锅。吃饭就得有这仪式感，媳妇儿把这米饭往这盘里一扣，这吃一盘挣15。哎，你吃的那碗多少钱？是15是18？15。小份15是吗？哎呀，你给我爸弄大份的，我俩弄成18的啊。行。微信呀，现金吗？支持各种支付。浇上这咖喱鸡块，给妈多弄点。妈没吃过，让妈这顿好好吃一回。妈，哎，味儿怎么样？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啊、你跟吃过似的，就太好吃了。没吃过吗？才说好吃。怎么样吧？饿。啊？好。真好，假好？你发自内心的说，我感觉就是敷衍我。好，真好。嗯。怎么样，媳妇儿？比你外面吃的那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真好吃。所以说以后少惹我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把我团的好点，给你多做点好吃的。那必须的，因为我还想吃下顿。黑哥也不多说了，赶紧吃，一会儿凉了就不灵了。这个咖喱饭还是我李想想在德克士吃过，我都没敢吃啊，我没舍得吃。是吧？想想爱吃这个，等想想回来你给想想做着。对呀，你问丽丽，在家里今天放假净做着给他。爸，你又喂他。嗯。哎，这真的是老爷子吃上啊，豆包吃上，这狗那泪腺重的，就是吃咸味东西太多了，爸不敢喂了，他吃狗粮就行了呢。这老妈老爸吃的开心，黑哥也开心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